苍山企图陆云川，你就是萧王。不错，你能闯到我这里，也算你有些本事。拿命来吧，就凭你？没有护身神力。 看你还敢猖狂！大言不惭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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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岐山，是否有只狐狸向你通风报信？他在哪儿？要杀便杀，废话什么？赤天，快把这贼人拿下！你气数已尽，还想命令我？你四处作恶，仇家太多，恋人惊破招来大敌，我们跟着你东躲西藏，永无宁日。你这个逆子！老实交代吧，说完我给你个痛快。休想羞辱寡人！陆大侠，你的朋友安然无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你是萧王之子？你报了仇，我们也不再恋人惊破，我是谁还重要吗？金刚锥可以复原了，怎么回事？把他们引入营地。萧王，是萧王。武军，妖孽法力很强，快来助我。坚持住，将他定身在结界之外。他有蒲阵，坚持住，大师兄快回来了，不要退缩。怀州，你个叛徒！兄快回来了吧，正好一并杀掉。只有我活着回去很难解释，收拾完尸体你们先走，我自有安排。恩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出去再说。
师兄，萧王已被你正法了吗？怀州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可有话要和我说？这狐狸是萧王同党，杀了他把尸首带回去，我向掌门求情，定能让你重归师门。我不是。要说的就这些吗？大师兄，此话何意？你勾结萧王杀害义才文杰，作何辩解？是这狐狸跟你说的。文杰师弟的金刚锥早已通灵，当日之事全看在眼里，你尽数告知于我，无言以对了吗？大师兄，我错了，我被萧王所迫。你承认了？念在多年同门的份上，可否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先下山，你我回师门，把一切交代明白。好，我随你一起回去。萧王这个废物，还得靠我亲自动手。你这话是当真的吗？对不起了，大师兄。去疗伤。陆云川带着伤中的小玉，自此不知所踪。苍山弟子私下传言，企图陆云川受狐妖蛊惑，残杀同门，堕入魔道，畏罪潜逃。他的故事偶有说书人讲起，然而一位云游四方的道人却说，陆云川曾多次协助他斩妖除魔，乃正直善良之人。